只有白的是。而且它是粒粒分明的饭，它不是软烂饭，不喜欢软烂饭。软烂饭不吃软饭，不吃软饭，我不吃软饭。是吧？一个味道不知道怎么讲，那是什么味道？好喝，那我明天要买奶茶。哦，好难得。来，我先喝完。白色团子面香，对，是有点甜味，比较咬。
还是有茶香，但是我们可能第一个要先吃它。姐夫不是很喜欢这个吗？对啊，我上次抽完好像还是送他的，不然我再抽一个然后送他礼物哦。什么？我再抽一个送他，你需要吗？抽。哎，这个100块还是抽这个？放在家里啊。这个也好看呢。超级小。太小了吧？迷你。我以为想要等给姐夫开，好啊，你开吧，我已经录影了。你看我如果回家开，你就拍不到。对呀、啊，谢谢你、哦。是可以直接。这是哪一只呢？搓衣板。这是贵搓衣板呐、啊。哎，它的脸在这里耶。对呀、啊，我出来了，过去。好可爱呀、哦。嗯。
的哎，精油。可以，拔了我一根头发。木瓜牛奶，木瓜很香，这个好喝哎，好喝啊，香甜感。那种西瓜汁，西瓜牛奶，它的颜色很漂亮，要接一次哦。就是人生，难怪要疲倦，总要补气呀，多补一点气。这是人生啊。
掉了什么？